猪猪，你是不是没吃饱？没吃饱，到这里来吃点。你俩兄妹神神叨叨的干嘛呢？你给我做好吃的，直接送过来就行了嘛，还分批给我送。我怕。怕啥呀？又不是不回来看你们。对，不回来看。蜘蛛，你别怪我们，我们也不想这样。不这样。二哥说了。二哥说啥了？我说蜘蛛辛苦了，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，常回家看看。那当然啦，一定一定。二哥，你不地，你知道？二哥家。二哥家也是你家。我去他家。我说的不错嘛，不要太轻轻的。谢谢你啊。有人。你直说，你也吃。娜娜，你们也吃啊。蜘蛛，你吃。哎，我怎么就发现你们今天这么不对劲了？蜘蛛，你不能怪我们啊！谁让你得了绝症呢？那个二哥也说了，和你太亲近，你会常来回来看我们。我们怕，你该去哪就去哪吧。绝症。谁说的？宝树啊！宝树！哎呦我的妈！宝树，你说，你说，是不是你？你说的？是我说的。二哥，叫我干嘛？哎，是你跟我说的啊？我说啥了？我只是说蜘蛛有点不对劲而已嘛。你说蜘蛛病得不轻，还跟鸡抢米吃。不对呀、啊！你说蜘蛛躲绝症了，你看到蜘蛛，你都躲了走。什么乱七八糟啊！无中生有，你们别听风就是雨。我好得很呢、啊，安什么不好？给我安了个绝症，你们邪得很啊！烂泥扶不上墙。娜娜，你给我出来！